玩夜市时间12:03，2020年1月31日，4:05啊，即系啱啱话香港再多2宗嘅怀疑新型肺炎感染新型肺炎个案，基本上依家成个中国都已经有7000宗嘅确诊个案，170几人死亡。因為那個武漢肺炎它不斷擴散啦，咁所以就香港呢一日都出現一個叫咩口罩嘅搶救潮，即係個個即係全部即係全港所有人都去嗰啲屈臣氏啊嗰啲藥房搶購口罩，但係基本上其實我即係網新聞都係有啲係由凌晨3點幾已經等緊嘅。同埋嗰個數量有限，所以就對於買唔到嘅人都估錯，甚至引起衝突。我係嘅，即係依家肺炎都好普遍啦，即係都係閒地，每日都係增加幾宗嘅。但基本上你話咩要填寫嗰啲健康申報表啊？問你嘅嗰個遊歷喺邊咧，都可以話有啲限制，因為我喺 Facebook 見過話有啲內地人喺個Weibo 嗰度，佢講咩啊？請咁多位嚟香港嘅朋友聽住啊！如果你係湖北嚟嘅。嚟到過關嘅嗰啲嘅人員會查問你喺邊咧？記得查之前食定多粒退，食定幾十粒退燒藥。同埋佢問你有冇去過湖北武漢，你話冇，咁你就可以入境。跟住基本上話，如果咁樣嘅話，咁變相咪真係將嗰啲病毒帶嚟香港，係真係直情咧。即係先係報假料啊！哇，食幾手退燒藥，食幾手退燒藥，係咪索得係咪拍魚嚟噶？變相都係咪？玩 BF5 玩呢個 Operation 特管，唔係玩特管之前玩Meta， 見到一個咩 Zhang Yun 2019咩意思 HANG， 心諗凡親見到呢啲字都可能都真係佢係中國大陸嗰啲玩家去台灣嗰啲，因為每次如果佢個名有 XIO 或者咩 HAO 2HU 嗰啲凡親呢啲字咧。我都可以真係佢，即係通常都係中國人或者嗰啲台灣人用咯，即係佢姓氏，即係通常都好中意寫自己嘅名字上嗰啲咧，即係咩 Lu Y Y Y 嗰啲咧，基本上全部都是中國玩家嚟嘅。跟住之後玩 Operation 特掛，咁啱又俾我撞到和氏歪瓜嘅和氏歪瓜，佢先喺。佢入咗我小隊，然之後佢即係我哋做英國當佢係咁外掛嗰陣時咧，即係去到市區，突然間斷線翻嚟，翻嚟德國，跟住然之後我哋又贏變輸，點食屎咧？望到佢level 11，哇！又level 11，我記得我琴日見到佢玩。level 57，點解而家level 11？咁我可能就判斷到佢應該係，唔係佢應該有好多個 account 嘅，好多個和小歪瓜嘅 account， 可能就佢原本舊嗰啲 account 佢被 EA 封咗之後，再用多另一個 account， 甚至佢開好多個 account， 即係令到即係以一個掩耳盜鈴嘅身份。
真諗哇，係咁係咁好 account， 即係你，我記得佢110几嗰個 account 就俾人就俾 EA 封咗，跟住然之後 level 50几 account 又唔知係咪封咗，再用 level 11几 account， 如果又封，係咪又再用翻 level 低級嘅 account？ 真諗哇，係咁循環循環循環，咁到底你係咪真係夠帳號嘅註冊嘅？雖然話特價啫，即係只 game 特價，但係咪但係你係咪真係咁有錢啊？手到拿來，即係心諗哇！見真你都係咁低級。上次見到佢 level 120几，跟住再 level 11，再即係 level 50几，再跟住琴日就 level 50几，今日就 level 11。點解啲級數？點解吸收有啲反覆？應該係佢有好多個都係和蘇亞加嘅最好嘅，斷即係應該同一個人嚟，真係同一個人。因為佢好明顯啦，即係佢嚟玩嗰陣時就話：喂 ，I am 啊，唔係 ，I is a hacker. Please report me。凡聲講呢啲嘢，佢一開場白就講呢啲，好明顯就係同一個人嚟。殺咗109嗰時一次好撚勁咩？即係都係嗰句，出黐嗰啲全部都係廢柴嘅，即係佢哋自己技術好屎嘅就黐嘅。即係和鼠歪瓜咁樣玩 GTA 玩《闖龍六號》出黐，都係自己技術好屎嘅。我記得2015年1月30日嗰日去飲啊，跟住就記得調景嶺嗰度，跟住之後2016年我瞓覺瞓唔著凌晨啊，因為當凌晨3:30几嗰陣時候，對面嗰棟樓個警鐘唔明，咁然之後佢唔明咁響，由3:30几響到朝頭早8:00几，仍然都響緊。基本上附近的人都是睡不著，因為被個鐘吵醒，就算你關就算你關曬窗都是被個吵醒，真的聽到的。咁管理員不搞到，可能就因為他睡著了，個個都睡不著，因為很簡單，周圍的人都被他吵醒了。